本次公演所有嘅表演曲目已经对所有超星练习生开放咗 X Park 创意空间。每组超星练习生可以喺允许范围内对自己嘅表演曲目进行创意改编。我简直就按耐不住了，我终于可以发挥我原创的一些能力了。可以在这一个 part 内，把我们队内的一些闪光点和最擅长的东西加进去。X Park 是你们所有人的一个创作，而不是说因为他没有说唱，所以他要说唱。我知道你能跳，但是你们这里面有六个到七个八个不能跳，张浩然是最不能这样跳，而且你就想回到那个女调，他不可能。我说话我觉得会有点冒犯，但是如果你要这一趴的话，就不能要 X Park。OK。都能理解，我都能理解，我都理解。你付出了这些，那么我们就拿这个来说，你能付出什么？就是在这里，你们能把你的 part 删掉就行。前面没有，他们就拿这个，我们就拿这个来说的话。亚洲超星团第二次公演正式开始。啊，太差了，这怎么打啊？저는계속보고싶은무대였어요不愧是我仓鼠哥牛还是得张浩然我觉得这首歌跟这支舞就是为黄星量身定做的那种怎么帅成这样你唱到我都有一些心动了好感动啊感觉直击灵魂的声音出来了很开心在这一次的舞台上又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让我们惊艳的声音就是真的感觉是摇滚男지금전세계적으로 K-POP 이굉장히핫하잖아요근데이거야말로진짜홍콩팝그러니까 H-POP 이라고얘기할수있을것같아요별보너스를획득할수있는우승팀은